佢右手係嘗試係接觸我同事嘅背槍，係嘗試搶槍。咁所以我同事當時係遭遇兩方面嘅威脅啦，亦都知道如果佢嘅背槍係被搶去嘅話咧，不但自己嗰個人身安全受到危害，甚至係對其他市民嘅安全亦都會受到危害，於是係決定開咗槍。而呢一槍咧係擊中咗呢個男子嘅右前腹。 Then several others surrounded him. Officer instantly. 一班把口支持法治嘅人，公然抢反，口号式咁样要求警察放人，用自己把尺去裁决其他人嘅行为，系啱唔啱？一班把口追求民主、言论自由嘅人。 竟然殴打唔同意见嘅人，将佢哋起底，放晒上网，咁又系啱唔啱？一班把口维护新闻自由嘅人，袭击记者，放火烧报社，打烂采访车，咁乜嘢叫做文明呢？咩叫做公义啊？到底系边个讲一套做一套？不但止翻工翻学。 出現多個嚴重嘅問題。事實上，而家可以第二點，今日特別想講嘅就係今次嘅事件已經唔係一般嘅所謂嘅去破壞一啲物件。呢啲暴徒嘅行為已經係遠遠超過乜嘢爭取訴求，係與市民為敵。我喺呢度嚴正。 同社会讲，包括呢啲肆意破坏香港嘅暴徒，你哋嘅行为系唔会得逞嘅。你哋胡乱去伤及啲无辜市民嘅恶行，系一定唔可以争取到你哋口中所谓嘅政治诉求。我亦都再次喺呢度指出，暴力系唔会。 解決到問題，暴力只會衍生更加大嘅暴力。